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29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热门产品，最近网上一片好评的来自于传世系列的台湾这里的网拍上面给大家的名字叫做第四天。那我上 B 站上面看了一下，好像对岸的朋友们称呼它为岩冲天还是冲岩天啊，那我还是称呼它为第四天好了，因为我觉得第四天听起来很炫，对不对？看起来就是什么天龙八部里头的一个某某神奇的名字。这个玩具看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造型，它是来自于 BW 某一个系列，我其实这部动画真的没有看，而我直接了当跟各位说，这个玩具的话呢，你会抗拒它的理由的话呢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能不认识它。除此之外，这个玩具我真的觉得做得非常的棒，各方面 QC 来讲，造型来说，甚至于说它的各方面的诚意来讲，我觉得都是做得非常好的。玩具的本体作为一款，这个是 U 级吧还是什么，反正它的等级的话呢比 L 级还要再高一等级的玩具，体型来讲的话呢绝对是很够诚意的，这是一款 Deluxe 等级。然后呢作为合体的玩具，最怕的就是合体之后的各种松垮，但这款玩具的话呢非常意外的结实，把玩起来的话呢真的会让你觉得很爽，而且它身上的各个细节的刻线做的很精细哦。我们可以从细节开始来看，头雕，这个头雕真的是很好看，牙齿啊，每一根牙齿每一块牙齿啊都是做得非常的精细啊，眼神的话呢也是啊，绿色的眼珠，侧边这个有棱有角的这个脸部的造型啊，可以说是帅到爆，我只能这么说，帅到爆。然后有一个类似于是这个永井豪的恶魔人一样的，这个是双马尾还是什么造型，非常的可爱。然后侧边来讲，这里的话呢是隐藏了一支特殊的一个武器，一个短刀，那短刀也是可以拿在手上的。那么我最欣赏的就是它的这个蛇颈龙的头啊，靠在这个肩上，就感觉就像一个邪恶的生物呢会在你耳朵旁边呢跟你讲一些怎么样做坏事的感觉。然后另外一头的话呢则是地龙的头部，这看上去这个眼神啊，一副就是要死不活的样子，非常非常的邪恶，就是一整个就是棒啊。然后这个爪子靠在胸前还有腹部这个地方，就感觉它是一个被各种邪恶的生物呢包覆住的家伙了啊。那裙甲在这边，裙甲呢是暴龙的地龙的一个小臂的位置，然后呢手臂啊，刚刚各位有听到了，手臂上下动有齿轮关节，前后动也有啊，然后有一边很大的盾的话呢就是蛇颈龙的一个下半部的位置，这里的话呢你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出你喜欢的一个造型，那都没有问题的。那方便展示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盾牌给取下来，盾牌拿下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啊是有一个 C 型扣的一个设计， C 型扣可以扣在这个地方，有个凹槽，这个部件平常不用的话就把它给收进去啊。我们先把盾牌呢给拿到一侧去啊，然后来看一下手臂的更好的展示一下它的可动啊，平举最大到这么多，它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开口，侧边呢也有一个很漂亮的派系的标志啊，是一个透明部件。手臂的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转超过于90度，而且它是也是有这个齿轮的一个关节的一个设计的，拳头也是可以转，四指可以张开，拇指呢单独也可以动啊。那我们刚刚有跟各位提过了，它的这个武器可以从上面啊轻松的拿下来，可以拿在手上，但拿在手上呢感觉好短一把。那我是网上有看说啊，好像也是可以让它反握啊，好像就变成是一个匕首一样的感觉，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它的这把大刀我要提一下，我没有变形到位，我自己说我没有变形到位，我自己先说了哈，不要再说我日常漏兵，我自己先讲了啊。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应该是要把它给这个地方，这个部件应该是要折进去的，但是折进去之后呢，为了要把这个地方跟这里扣进去的话呢，你要硬塞，我有点忘记我当时是怎么样顺利的把它给塞进去的，反正我后来我发现我找不到那个扣进去的方法。那如果硬要扣的话呢，我觉得用塑胶的韧性我感觉有点恐怖，所以我也就不勉强硬把它扣进去了啊，这样就是变成说就是多了一块，就多了这块部件啊在外面，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我觉得我的玩具还是不要用坏比较好。那我们就
顺便提一下，这款玩具的定价，我在台湾的网拍上啊，我是第一批就预购，现在价格好像也没有涨很多，是台币2700多块钱就购入了。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价位来说，以这个玩具表现出来的 CP 值，它是非常之划算的啊。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它的这个部件是一个软胶的，造型是很漂亮了啊。然后它附带了很多的这个特效件，特效件的话呢是可以安插在这里之后呢，啊，你要再安插更长一点也可以了。但是这个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有一点点 ，OK， 可能因为过重的关系它有点下垂，啊，那你又要因为太长而下垂，还是因为短一点坚挺，这个就看你自己去抉择。我知道这个很难选择，对不对？但是呢，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暂时让它坚挺一点吧。啊，这个反正特效件的话呢有很多啊，不止这一串，还有一大堆啊。这些我比较没有兴趣，我就不展示这些东西了啊。当然它的腰身转动的幅度的话呢，就比较有限了啊。我记得是只能够左右转，因为它后面的造型啊，算是已经是去卡住了。后面的话就背了比较多的东西。那后面的尾巴，哎，你可以勉强说它也是尾巴有一个可动的啊。那最漂亮的呢还是后面这个啦，液压管的设计啦。我们这个液压管的话呢，变成龙形的时候是收进去的，然后这是龙形状态下收进去。那由于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部件我们要自己做一个组合，所以呢你可以第一时间你就会去体验到这个液压管的一个设计啊。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爽，非常的舒服啊，爽到让你觉得说啊，里头空洞也没关系啦，就有这个液压管就好啦，是吧。那这里的话呢有这个小小多出来这个尖刺，它这两个是单独活动的。这个地方的话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人形状态下它是必须要把它给抠出来的啊。那后方的这个脚后跟它是有两段的，因为它变成龙形的时候是折两层进去，我们所以有两段翻出来，脚底板就非常的巨大，导致于说它的站立性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稳。那以人形状态来说，就它的可动可能稍稍的没有到非常的高啊，因为它的这个腰身转动有点小限制，其他的话呢都做得非常的好啊。你可以听一下，这个侧踢没有齿轮关节比较意外，这里外摆内收啊，然后膝盖啊，这个声音是不是非常的清脆响亮啊，有一个接地啊。那就是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它的身上的这个造型啊，这个磕线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尽管它可能配色有可能你会觉得它有点山寨，但是呢摸起来的触感啊，这些生物的感觉或者是一些机械刻画的感觉，绝对不是地摊货的表现哦，是非常非常具有孩之宝这家国际大型玩具公司的表现水准的。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啊，这个把它呢拆解成三个天海地龙的一个过程了啊。它的这个盾牌的话呢就变成蛇颈龙的一个下半身，这个比较简单，你照着这个形态把它给打开啊，暂时到这里啊，就准备在这就行了啊。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把它给拔掉，这一块部件的话呢也是你看得到的呢都先把它给推开来，这个呢会形成地龙的一个肚子的一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我记得是 OK， 反正先把它给打开，待会你就知道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将它的上半身呢做一个拆开，上半身拆开的话呢先把这个蛇颈龙的这个地方有个凸跟凹把它给解开，先推到后面去啊。然后这个部分呢可以这个前后在这个地方打开，前后从这个地方搓开来，这里把它给掰开来，前后掰开，这里要稍微转一下，因为我扣得很紧，整个把它给松掉了。好吧，没关系，就松开，就先把它给松开好了。我们先把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叫什么飞头蛮，这个飞头，这个就是一个飞头的感觉。这个天龙的变形是最简单的了啊，它的话呢，本来是这个鸟头是这样子卡进去身体里头的，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把它给往上翻上去，啊，就扣上去了，把鸟爪给放下来，啊，我们这一款这个天龙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啊。那武器的话呢，我们就不取下来了啊，这个。变形过程的话呢绝对是就一个字，就爽啊，就只能说就是非常的愉快。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大小，其实一点都不小哦，它可能比一般的 Deluxe 等级的大小的话呢还要再大一点点。
或者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款低级的玩具了啊。那它的翅膀这个地方可以动，上下啊也可以动，翅膀完全张开啊，幅度的话呢，可能有应该有25公分，甚至逼近30公分吧啊。然后脖子的话呢，上下可以动，每一颗牙齿都做得非常的精细啊，里头有舌头的一个涂装，眼珠子的话呢是黄色的涂装片啊，这个头的话呢，往上只能动到这么多了啊，就不要再苛求了，往下可以动一些。膝盖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弯曲的幅度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动作叫什么？在濒死边缘做试探的那个感觉，各位看过那个梗图吧？还是有点喜感的，有点喜感的。那爪子的话呢，有这个金色的涂装，本身的站立性呢也还不错啦。再来是刚刚拆下来的蛇颈龙的部分，各位看到这里有一个滑槽，等一下可以记住这个东西啊。我们先把这个两手呢往中间折进来，你会发现呢，啊，折进来之后，它刚好是一个这样重叠的一个状态。再来呢，我们寻找这个手臂上面，你看到没有？这里肩膀这里有个洞，那我们就把它的拳头呢给转到可以折过来的位置，然后呢把这个它的凸，我们找出那一块凸在这里，这块凸在这里，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把它给这样子，然后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把它给扣进去，这样子就好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一块部件推过来，这里里面有个卡扣，把它给扣起来啊，这里光忘了先扣了，这个地方里头扣进去。再来我们寻找它的洞在前方，那我们拳头一定是只能转到这个方向嘛，然后呢把这个拳头里头的这个凸去跟它的这个洞做一个结合啊，这是唯一的变法，所以各位也不用特别记啊，你只要找那个洞在哪里，寻那个洞去就行了。再来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拉出来，然后做一个旋转。那旋转这个部件的时候呢，各位也不用担心，如果你转错的话呢，基本上它转不到位的。那我给各位提一下，这是这个蛇颈龙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个金色的部件是转到下面，不要朝前面到这边。然后刚刚不是提到说它有一个滑轨吗？这个滑轨记得要推一下，往上推上去啊，推上去。好，到这边，那它的一个两个胳膊其实是有一个斜一个角度的啊，斜一个角度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部件呢往里头给放下来，到这边，那上方这个部件直接按下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怎么做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刚刚的这个拆下这个盾牌啊，这个把它给包覆上去。这里的话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啊，就是严丝合缝的。找到它对应的一个卡扣呢，把它给扣进去而已了啊。这个尾巴的捏一捏啊，压一压就进去了啊。这个地方 ，OK， 把它给扣进去。好，那么呢，这个再整理一下它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脖子啊。那这个造型的话，当然就是啊，尽量把这个空洞的部分呢给隐藏起来。那它每一个球关的话呢，这个位都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转动啊，你就会去发现它的一个转动的一个方向位置。那我们还是保持一个尽可能的呢，在画面里头呢，让它是呈现一个没有露出那个头胶部位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蛇颈龙的一个变形部分了。接下来呢，占据全身最大部分的这个地龙呢，它的变形过程呢，首先第一个步骤，我建议先把这个腰部这个地方给拉开，腾出这一带的空间。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给往这里折下来之后，往下面翻下来，啊，看到没有？先这样子过来，然后呢，把这两片部件呢组合成一块，类似于是一块什么发动引擎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把这片部件给挑起来，你会发现两侧不对称的造型。你这片部件挑起来之后呢，这里才能够做一个旋转，而且只能转这个方向。转过来之后就为什么呢？把这个白色部件全部摆成一条线。那待会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就在这里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两个紫色的凸，它要对应两个这个黑色的凹。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放下来，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好，这个脖子的话，这个脖子本来是在这里的，这个时候记得把它给推下来。这一片部件暂时到这边。好，然后呢，这里两个部件。推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这里两个圆形的凸，就是对这两个圆形的凹。那稍微去对一下，因为它这个中间的一个关节有点多重啊。那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哦不对，它有三个，中间还有一个方形的凸，先把它给捏紧。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啊解锁，把这个恐龙的这个小手给翻出来。好，到这边啊，其实它的一个造型差不多了。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的这个部件，把这个液压管给收进去，这个部件都给收进去。然后呢，这个龙形的这个后脚跟的话呢，有这个就够了啊。所以这个其他的部件的话呢，我们都一律把它收进去啊。这个部件收进去真的感觉很爽啊，对不对？这里啊，这个变形的手感呢、啊，是绝对是会让你有一种玩玩具的一种饱足感了啊。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先往前放一些。那肚子里头的这个空白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这个部件。然后龙形的肚子呢，就是由这个是刚刚那个武器的部分呢来做一个填充。那我们要记得的话呢，是把这一块部件这个握住武器的这个凸呢折成是一个，它本来呢武器状态下它是这个样子握的，对不对？那变成龙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部件推上去之后，这个部件整个的再翻转90度到这边。好，以这个形态来做一个组合。那这个凸的话呢，就是要扣进龙尾巴里头，这里有个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合位点，我们先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扣进去啊，扣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原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造型部件就会藏到龙的尾巴里面去。那这里的话呢，记得往内把它给插紧一点，因为它这个插的一个这个深度的话呢，还是有一点深度。这个部件呢跟尾巴结合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这样子过来的话，记得啊，这个两个绿色的部件呢通通要被包覆在紫色部件里头。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建议的第一个变形步骤呢，是把这两个绿色的凸去扣进这个凹槽里头。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直接的往上面进行一个移动包覆过来。这个卡扣的话呢，我是强烈建议先把它给扣进去啊。一旦扣好之后呢，绿色这个部件它就不会爆开了。然后前方这里的话，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要卡进去里头这个缝，那这一侧推进去的时候呢，刚好就扣进去啊，两侧都是一样的，都给扣进去的话呢，然后再顺势的呢往上来推一下下，再做一个简单的小密合。那我们可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它的这个绿色的部件这里是有一个凹空心的啊，那这个地方是直接从外面这样整个包覆过来，而且它是有斜一个角度。这个地方的一个组合的话呢，可能一开始变形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去稍微练习一下。那这个的话呢，啊对，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变完，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武器的部分啊，是要填充在这个龙的尾巴那里头。可以看到里头啊是有一个凹槽的啊，结合了一个卡扣，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地龙的变形过程的话呢，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地龙的龙形态呢也是非常的栩栩如生了啊，真的要说有什么破绽，顶多就是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漏洞。但是呢不妨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机械呢包在生物体内，或者是说呢生物体内有一副的机器啊，甚至包括这个地方的液压管的话呢啊，你都有一种生物跟机械组合的一个感觉了。身上的这个肌肉的一个光泽度啊，感觉是做得很好啊。那裂缝的话当然是难免的了啊，那也是给它提供了一些的可动度啊，头部左右幅度的话呢，大概就是各45度吧啊。那嘴巴能张开的幅度呢非常有限啊，这个出乎意料之外，居然只有这么一点点。上下的话呢往上动太多啊是会爆开的，但是你可以借位啊，可能这样子可能就感觉还好一些些。那后面的尾巴啊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可动的啊，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啊就是卡的不是很紧的，有时候会往下掉，各位就知道一下就行了。脚的话呢，这个就不用我提了，非常强壮的一个接地性啊，本身的一个龙形态的站立性也是很好的。龙爪平举可以前后360度转动啊，就这么多的一个可动了啊。整体来说这个龙形也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的三个的话呢全部拿出来做一个合照。其实这三个玩具真的都是蛮大尺寸的啊，是非常有分量的三款玩具。然后它的价位，我要回到它的价位来说，2700块钱，我真的觉得这个 CP 值已经非常的好了。从它的人形的合体状态到三个恐龙的一个状态，过程都很流畅，而且 QC 也做得很好啊，非常棒的一款玩具。然后我们这一款第四天呢，它还有最后一个形态，因为网友们说它是奇美拉形态，就是这个合成兽的形态。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合体，我真的觉得这个合体虽然看上去很无脑，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是有其好感的，待会组合完你就会知道了啊。那它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天龙的部分呢比较简单，就把这个地方翻整一下啊，先到这边啊，就到这边就可以了，它的工作就这样。然后地龙的话呢也比较简单，只需要把这一片部件翻起来就可以了。那主要的一个被牺牲的又是我们的蛇颈龙了啊。那呢我们的话呢先把它呢给这个地方上下部分一样给做一个拆解，这里打开，我们把上半部给拆开，然后呢这个原本成为盾牌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把它的这个部件给推出来，先到，我记得是这样，好吧，先这样就行了。然后我们主要是这个部件，它主要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把它的这个人形的手臂呢给翻出来，回到原位。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把它的手臂，它的手啊，简单的说呢，它的手这个时候呢会变成合成兽的一个后肢，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回复好，这里给各位看一下，给各位讲一下相对应位置好了。这个蛇颈龙会变成合成兽的尾巴，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肚皮的下方，那我们就把这个转到类似是一个后肢的一个形态就可以了。好，这样可以理解，这边一样的，把这一个转成这样，好，这个部件往内翻进来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呢，这片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这里扣到这边，把它给扣这样，它有一个特殊的斜斜的一个角度，这样子。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里弄错了，应该是先推上来然后再推过来，这样子。好，确保这两片这样子，这个地方扣上，行，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后肢的部分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合体了，合体怎么合法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的，里头这个部分要翻出来，这个部件很紧啊，翻不出来就只好用道具了啊。好，那我们要注意它合体的卡准的位置，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凹槽，凹槽就是要卡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要跟我刚刚翻出来的这里跟这两个地方组合，然后尾巴跟我这个地方去组合，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扣，你看到没有，大概在这个位置把它给合上去啊，后面这地方卡比较紧，好，卡上去，好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稍微的先把它的后肢呢整理一下，这里部件可以翻上来到这边，然后蛇颈龙的这个它的一个算是腹部，这个时候就变成在上面，它扣的话就这个地方盾牌的时候结合了这个图，这个时候要扣到这里了啊。其他相对应边的话呢，像这些凸跟凹的话呢，就一样的位置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以及这个地方多出来的这个凸在这两个地方它要扣进这两个凹槽，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合进去就可以了啊。合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说很难啦，你可以沿着这个形状的话呢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就把它给扣上去，一侧扣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扣另外一侧，把整个都给扣上， OK， 扣上，然后这里这个卡扣记得把它给合上，都合上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尾巴这个地方把它给做一个密合，这样一来的话呢等于是整个蛇颈龙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成为它的一个身体的后半部，稍微再捏合一下。好，这个地方这里这个翅膀怎么放啊，随便都可以了啊。那就我们就把这个后肢的话呢稍微的去调整一下，让它能够站稳一点点， OK， 这样子，好，站稳OK。 那最后就是把它的这个天龙的部分呢给扣进去，
天龙的组合部分呢，在这里，它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洞，这个洞的话呢，就是要配合这个凸，配合这个凸，然后这里有一个凹槽，凹槽的话呢，就是要反正是要扣这个凸啊，反正就是相对应位置大概是在这里，然后我们翅膀的话呢，先把它给往上面翻一下，到这边，好，这里你看啊，主二就对这个凸跟凹的位置，把它给压下去。压进去之后的话呢，把这个整个头啊脖子这个部分给塞到这里面，它有一个凹槽在这边，把它给卡进去，所以它等于是有一处两处，还有这里扣进去。好，扣好之后的话呢，这个脚它的放法的话呢没有特别的卡扣，就只需要把它给往前面放过来啊，做个造型就可以了。那天龙的翅膀就真的成为了这个合成兽的一个翅膀的部分，然后它的头这个地方，它不就有个关节吗？把它给推上来，记得可以推到底，好，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你要让它恐怖一点的话，就是把这个蛇颈龙的头呢也给转到前方来，这个就是它的最终合成兽的一个形象。有点恶心啊，甚至有人调侃说什么什么人体蜈蚣啊什么，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叫人体蜈蚣嘛，啊，就是把他们硬是把他们串起来一样的感觉。那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了啊，如果说你把他们每一个龙的这个头啊都把他嘴巴都给张开，我告诉各位，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会不会有一个童年阴影，就是你可以感觉它是一款，就是一个在痛苦中硬被合体的三个魔神的感觉啊，就是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邪恶，很恐怖啦，我必须要这样说，这个看上去很恶搞的一个造型。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动画，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变成这个形象，但是就我这样来看，它真的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很，就是一群，就是反正就是很糟糕的魔神。我说的糟糕是真的很糟糕，不是那种很糟糕的一个组合形态啊。Anyway, 这个也算是另一种合体的展示，可以合体成一个大机器人，也可以合体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四足的一个怪兽。整体的表现，关节的紧实度啊，玩具扎实的手感，重量感，零件数，变形的逻辑感啊，几乎我们可以说啊，蛇颈龙的设计我觉得是里头最妙的啊，因为它承担了大部分的变形的一个拆解跟过程。那天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头部零件了啊，然后地龙的恐龙形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趁手，非常的扎手，但是整个说起来都非常的棒，我自己是很推荐这款玩具。除了说我没有看过这部动画，我不认识它之外，这个东西的素质完全对得起它的 CP 值，无怪乎网络上对它的评价这么的高，连我也忍不住呢啊，即使不认识这个人物，我都要赞美它，非常非常做，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玩具。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